哦，春雨来了，快呀，快快好。怎么今天你在掉馅饼呢？哎呦，那么多钱！喂，美女，哎，干嘛呢你？哎呀，是你掉了钱呐、啊！对，是我掉了，刚才我不小心开车太快了，一下子把这个钱包都掉出来了。哎呀，你放心吧，我不要你的钱，我帮你捡。哎，不要我的钱了？对呀、啊，那多谢你哦，美女。哎呀，不用谢了。哎呀，难得啊，难得好心人哦。我又让你来抢我的钱，搞到我。我不抢你的，我跟你掉那么多，我怕人家抢你的，所以我帮你捡起来。哎呀，老板啊，你怎么这么多钱都不拿去银行去存，搞掉在地下这么多？不是我不想去存，其实我刚想把这些钱拿去发工资。发工资啊？是啊，我是发工头啊。这样啊？对啊。所以说我说啊，这钱啊，以后啊拿得小心一点啊，人家说啊，钱财啊不能外露啊。哎呀，美女，真的多谢你给我提醒了、啊。哎呀，刚才你帮我捡给100块钱、啊，给100块钱给我啊！打点你的啊！这么大方啊！100块钱小意思而已、啊。我不要你的钱，我只是举手之劳帮你捡起来而已。美女，给100块钱你还嫌少啊？不，我一分了我都不会要你的，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钱抢不来呀、啊，对吧？你人心太好了，哎，那多谢你了哦。哎，那不用谢。啊，没什么，我先走了啊，嗯、谢谢你啊。怎么了，美女？哎，你哭什么？我心情不好啊。怎么了？不会是有什么事吗？是啊，你不要管我吧。刚才我帮你捡了钱，你没事你可以走了吗？但是我看见你那么伤心。我不知道要去哪里啊，我都已经迷昏那个方向了，不懂得去哪里了。那你不是说你啊？不是，我也没见过你哦。我被老公抛弃了。怎么可能啊？是啊。不会吧，人长得那么漂亮，你老公竟然抛弃你，你老公这种渣男真是有眼无珠啊。我没办法，我是从外地嫁过来这里的。你是外省的？是啊。哎呦，竟然嫁到这里还遇到压渣男，真是太可怜了。哎呀，像你这样，那你想有什么打算啊？我现在无家可归了，我不知道怎么办啊。无家可归啊？对啊。要不这样吧，我给200-300块钱你打车回家了，回娘家啊。不要，我不要钱，我不要钱。你要是想对我好的话，我想要你陪我去那边聊一回天。就聊一回，就聊聊天而已。是啊，不过我有点忙哦，我想提早去发工资给那工人的。这样你不想帮我算了，你就由着我去了算了。没，你这样吧，算了，我就牺牲我的一点宝贵的时间吧，去陪你聊聊天，只要你高兴啊，不要想不开就可以了啊。真的？真的，没关系。那谢谢你啊，老板，看不出来你人好，长得那么帅，心里还这么善良，还愿意开导我。那找一个地方坐一会，我先把车放好一点去啊。哦，那好吧。坐在路中间，等一下等到别人了。哦。你不知道，我嫁给我老公，被我老公抛弃之后，他一分钱都没有给我，而且呢，我跟我爸、我妈，都已经断绝关系了。哎呦，真是啊，这么可怜的身世啊！是啊，那找个地方坐着聊聊吧，啊，我陪你聊聊啊。哦，那去哪里聊啊？你说，我对这里也不熟悉。你对这里不熟悉啊？那要不这样子吧，啊，我们去那边那个小树林那里，那里挺凉快的，坐了起来啊又舒服。那好吧，啊，去，啊，你带路。好吧，啊，快点啊！哎呀，你这黄头佬啊，跟我老婆去聊天，哎呀，你这，哎呀。哎这里想什么呢？哎，借台车，怎么说也值够18000呢？你要跟我老婆去聊天，我看你啊，这我都搞走你了。是，这里呢？对呀，在这里啊，安全。啊，安全？对。难道外面不安全？外面也安全？外面啊，被人看见不好。出来也是。这什么？猪，猪啊！我猪下去，猪。啊干嘛？等等我！哎，美女！哎呦！你这下不给我，我觉得一直我不习惯。不要害羞嘛！我啊，看见你啊，太激动了，太开心了。要不认识我，这样子我觉得，哎呀，可能要不我现在不习惯。不是啊，我是说你愿意陪我聊天，愿意开导我。我遇上你啊，这么善良，这么好的男人，我从来没有遇见过。那今天你太幸运了，其实我心地确实善良了。
美女，我有话跟你说。既然刚刚你把你的身世告诉我了，其实这个钱呢，不是我的，不是你的，那不是你的，还有谁的嘞？我也不知道，天上掉馅饼。哦，哎呦，我以为今天我捡到了这个钱，我也很开心。不是你的也行，反正你捡到了就是你的，对吧？不过美女这样说的话，刚才你也有混捡，我就给一半你吧。哎，不，啊，不，我不要，我不要，这是你先看到的，就是你的。不谈钱，我也不缺钱。哎，美女，你这样说的话，你越来越让我钦佩你了。我要钱有什么用呢？这种品德太高尚了，一般人的看见的话都要跟我分半了。哎呀，我一个单身女人了，要钱有什么用呢？对吧？不过你这样说，你老公抛弃你了，娘家又回不了。是啊，老公，不瞒你说吧，我看你人心地挺善良的，你是不是单身的？你说到这个问题的话，我就觉得很纠结。确实我是单身的，我不跟你说。你看，虽然我年纪也不小了，我都娶不到老婆，这钱我赚不到哦。你看我戴金链子，你知道吗？这个金链子都值个快30万了，一斤多重的。哇，成斤的，这么多钱啊！是啊，你知道我做什么？我是做工厂的，包工头。包工头啊！一天到晚在那个工地上班，我没有空找女朋友，所以直到现在还是单身。哎呦，原来是这样子的。对呀，你看今天我不但捡到了这个钱，我还打算拿这些钱去发工资给那工人呢。哦，这么多钱啊？对呀，我是忘了。你还是把那些钱收好了，不要让人家知道啊，万一被人家骗走了怎么办？是啊。文子。不过我目送你很久了。不是，我羡慕你很久了。你怎么认识我？你是包工头吗？我们村头村尾的有哪个人不认识你啊？而且人家都知道你没有娶老婆，是吗？对呀，我是听说的，说那个光头的那一个，原来就是你。因为我在附近就是我一个人做啊，多谢你了，就是我一个人做包工头，是这样啊。对呀，你挣这么多钱啊，都没有老婆啊？是，确实没有，没办法啊。我就这样，你挣这么多钱，你都没有老婆。我想做你老婆怎么样？想做我老婆？对呀、啊。你跟你老公真的离婚了？真的还是假的？那不是真的，这些事情能够开玩笑的吗？如果真的离了婚的话，那我就有机会；不然的话，你还没离婚，我哪里敢，是吧？对呀、离了婚的，大家呢给彼此一个机会了解一下啊。对呀、你真的喜欢上我了？我真的爱上你了！我看见你长得又帅又有钱。如果我能够找到一个像你这么好的男人做老公，我这一辈子啊，死而无憾了。你要我去上吊，让我去跳海，我都去死了。只要能嫁到你这个人，美女，我就捧你这一句话，我豁出去了。这个金链送给你。真的？哎呀，天哪！美女，等一下，我带你去发工资。哦。来，这个钱你来保管，以后就是老板娘了。反正你是我老婆是吧？以后。对呀。这个捡到的钱，你归你。反正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这么多钱是真的还是假的？怎么会假的？我一拿去发工资给工人的，谁敢拿假钱去？刚从银行领出来的。哎呀，亲爱的，你怎么对我这么好啊？那以后你就是我老婆，是我老婆之后，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归根结底都是你的。我告诉你吧，要是有哪个人欺负你的话，有哪个员工不听你的话，你告诉我，我来帮你出头，摆平他。全世界的人都不能欺负你，不能欺负我老公。哎呀，我娶到你这样的老婆的话，那以后你不是给我帮助很大吗？对呀、以后你有什么事情尽管告诉我，我能够帮得上，绝对不会帮，哪怕要了我这条老命。哇，真是女强人啊，那以后我就轻松多了。我不是女强人，我告诉你啊，我是一个非常非常讲义气的女人。哎，反正我不像人家那些人忘恩负义的人。见事就好，那一种。那既然你答应做我老婆了，那这样吧，我们找个地方，不要坐在这里了，这里蚊子又多，我们去宾馆，啊？去宾馆睡一觉再说，轻松一下。我意思去吃饭，去吃饭吗？对呀、你喜欢吃什么海鲜大餐，随便点，啊？我想吃鲍鱼呢。鲍鱼龙虾都可以，那没问题。啊，以后啊，你工厂要你不是你工地呀、要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叫我去谈客户，我叫我去。我跟你说，我是进得了厨房，出得了厅堂。谁敢去我？对呀、我什么都会，我啊能歌能善舞，我还会武功呢、
那我不是赚大了，娶了这个老婆。那肯定的。那这样吧，都不说那么多了，去宾馆吃完饭之后，如果你确实累了，你就在那里休息。我自己去发工资啊。如果你不累的话，我跟你去发工资也可以啊。我陪你去啊。那就这样啊。对。哎呀，亲爱的，太感谢了。我好激动啊！耶，亲爱的，哇，太激动了，亲爱的，我找到一个好老公了。走吧。哎呦，亲爱的，怎么了？哎呦，我肚子。怎么办呢？那我直接带你去医院。亲爱的，要不你陪我去医院吧？你陪我去行不行？那陪你去医院，来，对。哎呀，不用。不用来。啊，不用了。怎么了？我想起了，我不是脱发有病，我是拉稀吃坏东西了。小燕来，有没有带纸巾？我好臭啊！没带纸巾的话，等下你用树叶来也可以啊。哎，就用这个来擦。啊，擦屁股啊。哎呀，那你快去换回啊，我在这里等你。你一定要在这里等我啊！要不然我找不到你怎么办呢？可以。哎呦，我给你丢脸了！没事，正常的这种事啊。要不你跟我一起去吧？哎呀，我不习惯机会。那好吧，那我去那边去，到树底树根底下去。不要去太远了哦，听到没有？你不要看我拉哦，我很害羞的哦。我们第一次见面还没正式那个。你说行啊，我现在觉得恶心，我都不想去。好，那我先去了。快回啊！我在这里等你。哎呀，怎么突然间就肚子不舒服了？哎呀，我在这里等啊。哎呀，去了一个小时了，还没回来。亲爱的，哎呀，亲爱的，又不在那边，也没有看见哪里有拉屎的味道，难道去哪里了？可能去迷路了，去我车那里等我。不会吧？那我去找一下。亲爱的，哎呀，你跑去哪里了？喂，我车呢？哎呀，完蛋了，车也不见了，难道我上了女人的当？不行，我要报警。喂，110。哎呀，这个臭婆娘真的是干几单了？怎么坚持那么久呢？到底有没有得手啊？哎呀，这条水鱼啊，这么大一条，100多斤的水鱼啊，这个小心驶得万年船，我们快点，说也提供18000，快点，我们这个钱，进来了。哎呦，不要这个包了，这个包不要了，哎，你等下看看怎么办？哎呀，漂亮吧？哎呦，气质怎么样？气质啊，大老板啊，比那条鱼还要大的。哎，像不像那些什么集团的老总啊？你就是集团的老总，亲爱的，我们这赚这么多钱，我们拿去酒店里面去抽一顿钱。行啊，我知道你想什么了。不过，我跟你说，这个拿起来，这个钱，这个反了拿去用。好吧，这个一打一打，先放好，不能用这个。结果人家有，到时候有那个人。我这么瘦，我吃多一点，今天晚上一定要吃得够够。还有你呀、啊，你算什么？你这么。不跟我在一起了。那你选择那条鱼、啊、哎呀，水鱼就是水嘛，那骗子能选的不够用啊。那你是我这个叫气质，知不知道？哎呀，肯定要有气质，对不对？知道吗？你这个肚子不会吃那么大了，再大了动不了了，再床上睡觉动不了了。哎呀，行啊，哎呀，还不叫你选什么吗？哎呀，来，走，声音啊？对呀、啊，什么声音啊？飞机？哪里有直升飞机啊？警车啊！警车。会不会他知道了报警啊？哎呀，刚才你不抓紧地点他、哎、怎么搞啊？现在啊，那怎么办呢、啊啊？走啊！钱呐！哎呀，好痛啊！哎呀，干嘛？好冷哦！你刚才不是说害怕吗？怎么现在，比我还要粗鲁了？不是你，刚才你保护我。我觉得心里面呢好踏实吧，有安全感是不是？对呀、啊，我现在不怕了。你在这里，我心里面呢蹦蹦跳了。那你是不是喜欢上我了？是啊，我就喜欢你嘛，就喜欢像你这么猛、力气这么大的男人。刚才我都有150斤，你都这样子背着我。
是不是真的喜欢我？是啊。啊。那你喜不喜欢我吗？我肯定喜欢你啦。哎呀，太漂亮了。你真的喜欢我吗？真的。不要骗我。我没有骗你，我怎么会？我最不喜欢骗像你这么漂亮的女人了。不漂亮的那种，我偶尔会骗一两个。那既然你这么喜欢我的话，哎，你有什么表示？哦，你要表示啊？对啊。那我们开始吧。哎，这样表示吗？这样，哦，我知道，拿什么表示了？哎呀，先给一个见面礼给你。没见过这么多钱呢。这种东西好不好看？好看啊。你从哪里赚的呢这么多钱？哎呦，那么地赚呢、啊、那么地这么赚钱啊。哎呀，有时候啊，我偶尔到半路加一点收费钱。哎呀，你抢人家的钱呢、啊、你做人不要这样子啊。我不是抢啊、哦、哎呀，人家愿意把那个收费钱加给我，我就要，那不愿意我也不要的，是不是？是不是真的？真的啊！做人要踏踏实实，我告诉你。哎呀，啊，来，先给一个见面礼，一百。这么少啊？嗯，亲爱的。啊，亲爱的就不一样了不？给一两千。两千这么多啊？啊，两千够不够买戒指啊？要买戒指啊？对啊。哎呀，如果你跟我结婚了、啊。这个我都给你，我跟你结婚你就给我啊。嗯，行，今天晚上我就跟你结婚。今天晚上啊？对呀、啊。我每天晚上我都要结婚的嘛。每天晚上都要结婚吗？是、啊。哎，不过人家说结婚才结一次，哪有每天晚上结？我每天晚上都跟你结婚呢、啊，我又不是跟别人，是不是？好坏的。来，既然你愿意跟我结婚，来，这个全部给你，全部都给我啊。嗯，开不开心？开心开心。哎呀，就是。亲爱的，我有一件事想问你啊。什么事？我跟你说，我可是黄花闺女来的。黄花闺女啊？嗯。我从来没有谈过恋爱。嗯，那怎么样呢？你谈过没有？没有啊。你不要骗我。哎呀，就对你谈过，现在跟你谈。我跟你说，我跟你是初恋。我也是。不要骗我。不要流嘴。之前有个七八个而已。七八个吗？哎呀，不是啊，你听我说嘛。不过那些女的都是喜欢我的钱，不喜欢我的人的。那你觉得我怎么样？你呀、啊嗯，我看呢、啊，你是不一样的，你是特别的。特别吗？特别漂亮。不过要是你骗了我，也是我心甘情愿的。我怎么会骗你？嗯，哎，我刚才都是已经是你的人了。啊、哦，现在就已经是我的人了，是不是？是啊、哦。那刚才你对我这么好，那不是吗？我可舍不得你、啊。我也舍不得你啊。那这样子吧、啊，既然我们两个人都聊得这么好，要不你今天晚上就回我家，拿户口本去登记结婚。这么快呀、啊？那今天晚上八点钟就去呀、啊。啊，我哎，不用，我们先晚上先结了吧。晚上先结了，嗯，那不用。南洛伊，大家我们这些南洛伊的，哎呀，你人太好了，没办法，哎，那我先回家哦。啊，好的。也是我的旧房主，我回来住一个礼拜，到时候你再过来拉我去。那行，到时候你需要用床，你就给电话给我，晚上第一时间过来，先优先你啊。好吧，好吧。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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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小心一点，小心一点。是啊，我那个腿啊有点不舒服了。啊，行，那这样吧，我帮你搬进去。你帮我拿啊？哎，没事没事，你就既然你都那么好人了，我帮你拿进去。这么好啊？哎呀，没事。那行吧行吧，那你帮我搬进来。好好好，好了。哎，你，我确实有点重，你开门呐、啊。哎哎，对对对，你开门的人呐、啊。哎，那好吧，我帮你开门吧。啊，搬到里面去啊！啊，行行行。没想到这个摩的这么好心的。摩的，快点！哦哦，行，哦，就放这里了，是吧？不是不是，好重是吧？哎，你是有点重啊，什么东西来着？
东西呀、啊，我都不敢说了。我跟你说啊，里面啊好多古董的。古董啊？对呀、啊。所以说很重的。你做古董生意的？对呀、啊。哇塞，广东做古董生意的？是啊。哎呦，怪不得那么重。我这些古董啊，只能告诉给你听，我不告诉给其他人听。啊。知道没有？哎，我知道，我知道。行吧，行吧，那先帮我藏起来。搬到房间里面，藏起来呀！搬到房间里面。对呀、啊。啊，行。放到那个床底下面去。哦，好了好了，行。啊，啊，行。小心点。啊啊！我靠！快点，小心点啊！啊，别打烂啊！啊，打烂一个了，好几十万的。啊。好了没有啊？放好了，能打能打烂东西。哎呀，不要，我很小心的。这么，哎呦，这么重的东西，你能帮我搬过来？要不今天要不是你帮我搬啊，我真的搬得满头大汗，我都搬不了。哎呦，现在一身汗，臭烘烘的。哎呀，没事，挺小气的，挺小气的。我身上臭不臭？没有没有，挺香的。真的？哎呀，很香。老板娘人又好。哎，这样子吧，既然。你帮我搬了东西过来，我想给一点好处给你。啊，好处还有好处啊？对，我想要什么好处？我想要什么好处啊？怎么说呢？我也，其实我对钱不感兴趣。对钱不感兴趣吗？人家现在的人哪一个人对钱不感兴趣？只有你对钱不感兴趣。那你对什么感兴趣啊？我对你感兴趣。对我啊？不会吧，我长得这么丑，你还对我感兴趣啊？老板娘是一个好人，长得漂亮，我肯定是对你感兴趣。我哪里漂亮啊？我要钱没钱，要后没后，哪里漂亮、啊？对呀，有钱有后了，要有钱要大方。哦，我是说有钱，这个钱不是这个钱，这个钱，对吧？都一样，都一样，都一样。真的？怎么说话呢？看不出来哦，说话一套一套的。没有没有，你过奖了，你过奖了。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是啊。那我就给一点好处给你吧。又有好处。哎呀，哎，老板娘真好。哎呀，开心吧？开心啊，肯定开心啊。行吧，我都告诉你吧，你对女人感兴趣是吧？我。不是对你啊，我只对你一个人。对我感兴趣啊？我以为你跟我开玩笑的。哎呀妈呀，真的！没想到你是对我是真的。啊，我是对你是真的，我对你非常感兴趣。既然还有其他的女人，我都不感兴趣。不过你对我感兴趣，其实和你说，我已经离婚了，我是有家庭的。哎，离婚了那不是更好吗？哎，没哎，不要。不要，以后我会对你好吧。我都没有想到现在还会有男人喜欢我，我太感觉到太突然了。不突然，不突然，一下就好，一下就好，不要相信，过去就让它过去。你对我是不是真的？是真的，我真心，比真心还要那么真。我都单身了十几年了。以后就不会了，以后就不会了啊！而且我十几年都没有碰过男人啊。以后就不会了，以后就不会了，以后有我保护你，有我爱护你。哦，哎，不要想那些过去那些了。我感觉到你是在哄我开心吧？不是，你不要哄我开心，算了吧，还是算了吧。不，这是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对我是真心啊！我是对你是真心啊！我才看不到，我以为谈个恋爱，好痛哦！看来是不是在做梦啊？肯定不是在做梦啊！哎，是啊，不是在做梦啊！你个裸的，这么老老实实的！再说了，我认识你，你有没有结过婚先？我没有，没有结过，我长那么大连恋爱都没谈过，都没谈过恋爱、啊，没有谈过恋爱，还从来没碰过女人。哎呀，这样子啊！行吧，既然你对我这么好了，我这些钱都给你吧。都给我啊？对呀、啊。这么好啊？还有啊，我跟你说啊，我那个皮箱里面，还有几个古董，卖出去可以值200多万。这么多钱啊？我还没见过那么多钱啊。那这么多钱，那
这样子吧，这样跟我们一起结婚，把那个古董卖掉，拿来我们结婚。啊，好啊，好啊，真的，真的。那行吧，那不如这样子吧，把你先上去，把那个车换掉了。对呀、啊。不是，不开电动单车了。是啊。换来好了。顺便拿东西过来，拿身份证过来，跟我一起结婚登记，我才能相信你啊。那可以，那我马上去把车换了。换上车，换成洋车那种。好了，换完车，拿了身份证登记了，我们再把晚上我们连夜赶工，为了啊，不让别人知道夜长梦多，我们先把那些古董全部给卖掉了。哦，那行，那晚上去换车，就等。好好好。啊哎呦我要激动了哎呀今天你能愿意做我女朋友做我老婆了我怎么能不激动呢我想不到我一个臭拉摸地的今天也能走个走花运哎呀今年不知道是不是祖坟冒青烟了冒出这么漂亮一个老婆出来哎呀我都舍不得找你啊走啊亲爱的我也舍不得了哎呀亲爱的亲爱的，既然你舍不得我，我舍不得你，那这样子吧，快去快回，快点去把行李搬过来。好，我们一定要结婚，办完结婚证才能够堂堂正正的在一起的。好，那我先过去了，亲爱的，很快就到了啊！哎呀，那我等你啊！啊，我们很快啊！没想到刚刚离了婚，哎，离了婚十几年了，又来一个真爱。看来这个摩的老对我肯定是真心的，要不然他对我这么好，我去做好准备先。哦，那好，反正他站在你旁边，就像保镖一样，是吧？对。再说了，晚上的话有他在身边，不会有人打我的主意了。觉得安全感，对呀、啊。行了，哎，这样子吧。哎，宣布吧。我今天已经做了决定了。啊，那就宣布。胖子，啊！对了，可以了。你不用灰心，不用泄气。哎，给谢谢了。哎，好。虽然说不成，也朋友在啊。对。啊。哎，这里是500块钱。啊，你先拿回去买点吃的东西啊。你呢？先补一段时间的啊。对呀、啊。要动力。我这个位置你还给我留着，万一他不行你。继续回头找我啊！对呀、啊，是不是？那我就笑纳了我，我摊台了。还有，你的也有一份，我的也有。对呀、啊啊，以后你干活干好了哈。哎，奖励你。那没什么我们的事呢，我就跟他先回去了啊。你们就进去了啊。亲爱的，我们也进去了。亲爱的，我们进去了。哎呦，兄弟呀、啊，把我这些财全部都搬到这里来。哎呀。晚上还要搬回家呢。哎呀，还有这个，我这白天也要干，晚上也要干，又要加班。哎呀，真的累死我了。我不是看到你又肥又高大，我才选上你的吗？你干活有劲哈、啊。行了，你今年这些材料全部都搬到这里来。啊，先帮拿着回去塞个机车个饭嘛，休息一下，睡个好觉，把你这些衣服都换了。今天就是你的人工钱了，这里都给你、啊、这里也是你的，明天我再给你把这些事啊，这些财都干完了，我要在这里建栋别墅啊，要以后结婚用的。好、啊嗯、好，现在先回家了啊，回家睡一下觉去啊。这个父母啊，他妈白天要我干活，晚上又要干，哎呀，再这样下去啊，鬼受得了啊。哎呀，幸好赚了那么多钱，如果这样干下去，真的是有命掉钱没命花啊！好了，赚了这么一点，这么多钱，我还是走吧。哎呀，还跟你干下去，越干下去，命都会没啊！真的是。哈哈哈哈哈！怎么这么久都没有车啊？急死我啦！我想问一下，你是不是拉客的？我不是拉客的。不是拉客的。不是啊，我哪里有空拉客？哎呀，那你可不可以拉我一程啊？拉你一程啊？对呀、啊，我去那个光棍村。你去光棍村啊？嗯。哎呀，那可不可以拉我一下嘛？哎，可以。真的？可以。那多少钱呢？哎呀，看到你这么漂亮，不用钱。不用钱啊？免费拉你。有那么好的事啊？哎，但是
你知不知道去那个黄文纯那里啊？肯定知道，我都是这里附近。来，哦，那行吧，行吧，行吧，啊、走吧。哎呀，免费啦我。那上车吧。哎，好好好。谢谢你啊，大哥。没事没事，我从来没有坐过免费的车车啊。哎呀，你这次你就坐到了。哦，好吧，谢谢啊、哦。会不会开？哎，开车。我会的，你放心，我开了好多年车了。不过你要报警呢、啊。哦，好。报警一点呢、啊。报警啊？是啊。哦，报警一点呢、啊嗯？不是报这个警啊，报妖精，你报警一点。妖精啊？啊，对呀、啊。啊，对对对，报警一点呢、啊。哦，好。我还没有到呢，没到啊？是啊。哎呀，开了那么久，这个车都发烫了。车发烫了？是啊，要休息一下。你看那么远的路。我以为你发烧了。哎呀，我没有发烧。哦，休息一下先，要不就让我们去那边凉快一点，聊聊天，好不好？哎呀，我还赶时间呢，我要想回家了。赶回家问题，这个发动机都发烫了，去不了了。等一下发动机爆炸了吗？你一开那么远的地方吗？那怎么办？我反正我赶时间了。哎呀，去去去！我现在车费就没有收你了，对不对？你没收我的车费是没错啊，我都非常感激你啊。啊，感激你，那你要有实际行动啊！感激就陪我去那边凉快一下。哎呀，不是我不，这里很热，这个发动机发太热了。嗯、哎呀，走！哎，我不去了，大哥。哎、你怎么聊得好？等一下，我还有钱给你。我做工程的，我大把钱。做工程的是啊，但是、我们两个人孤男寡女的，有什么好聊的？哎呀，就当休息休息，这个发动机凉快一下再走。哎，走了走了，哎，走了，我不想去呀、啊。哎，大哥，有钱，放心，看，我干一个工程都赚那么多，才十多钱，是不是？哦，好啊，你聊得好，结果是你的哦，怎么样？这么有钱呢？是啊，那要聊多久啊？哎呀，就一下，就一下。嗯，就等这个发动机凉了，我们就走，好吧？不过你要快一点哦，你要不然我赶时间回家，我妈在家里面等我啊。你妈在家里面等你？对呀、啊。啊，行，这个发动机一凉，我们就走，可以了吧？那行吧，来，走了，走了。哎，去到哪里去？这里，你看这里。又没有人，又清静的。哎呀，来到这里来，这么荒凉的，还哪里荒凉啊？害怕了。不用怕，我保护你。嗯，那好吧。要在这里坐啊？坐啊，坐，就在这里坐啊。对。哎呦，你看这多舒服，对不对？嗯。我们两个人聊什么啊？你找我这么着急的过来？那你回家干什么？那你是不是单身啊？我是单身的。单身的？对呀、啊。哎呦，真的吗？是啊。哎呦，原来你还单身，我也是单身。你也是单身啊？对啊。但是我看你啊，你这么有钱，而且年纪这么大了，你还没结婚呢。哎呀，找不到合适的，找不到像你这样的。我如果这辈子找得到一个像你这样的，我就心满意足了。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意思，我喜欢上你了。你喜欢上我吗？对呀、啊。真的？是真的。不过我也是，哎呀，我之前找过一个男朋友，被那个男朋友糟蹋了，抛弃了。我已经没有信心找男朋友了。那个已经成为过去了，你不用担心。如果你真的做我女朋友的话，到时候你就去到工地，就帮我还这些钱了，其他做当财务就可以了。真的？是啊，一个月一个月有十多万，你不用整天去干进工厂啊，干什么其他活了。哎呦，看这文字。哎，可是我真的有点不敢相信啊。你有什么不敢相信呢？你要知道，我以前找的那个男朋友啊，以前我跟他一起干活，他穷的时候我都陪他在一起，后来他有钱了。就变坏了，把我抛弃了。像你这么有钱的话，你不可能会看上我吧？哎呀，我就是看上你了。你对我是不是真心的？是，100%真心。要不这样吧，这条链送给你，就当见面礼，你看怎么样？哎呦，你看你戴起来气质就不一样。这条链都送给我？肯定的、啊，就表示我对你的真心真意。看来你对我是确实是真心的。我肯定的、啊。但是，
你以后要对我好。我肯定百分之百对你好了，我不对你好，对谁了？以后你不能够抛弃的那种，不管遇到多漂亮的女孩子，不要抛弃我的那种。肯定不会抛弃你的。因为我之前呢，被人家抛弃过了，后来啊，我连交一个男朋友我都不敢交。以后就不会有人会抛弃你的，跟着我不会抛弃你的。但是我们今天才刚刚认识，又不怎么了解，你真不相信我，而且还送了我一条金链。哎呀，这就表示我对你的诚意吗？我才是真心真意的吗？对不对？是啊，不过人家都说了，哎，男人送金送钱给女人的话，就是表示那个男人对女人是真心的。啊，好啊，好，我知道怎么做。哎，这个你这个也可以。这个啊，哇，给我这么多啊！1001表示我对你一心一意。哦，有一点害怕，这些钱给我就是我的哦。肯定是你的啦，以后你做了我女朋友，我的就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对不对？说了一次，但是你以前有没有交过女朋友啊？没有交过女朋友，因为了那些工作啊，就是很忙，也没有够谈女朋友。你也知道，工地都没有女的，我去哪里谈呢？对不对？我刚才我一看到你，哎呦，这么漂亮，我才叫你进来问一下你是不是单身啊？原来你对我是一见钟情啊！对呀、啊、对呀、啊。哎呀，我看你啊，老老实实的。啊，我就是太老实了，以前太老实，又不懂得哄女孩子，所以一直单身到现在、哦。那你现在也懂得哄我开心了？哎呀，不是，我又现在又几十岁了，其实我也不敢了、啊。今天四十遇见你，哎呀。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反正先把心里话说出来再说。但是以后我嫁给你，我要做什么事情吗？你不用干什么，你就帮我打理好这个，就包里那些钱，把财务就可以了。哦、你就去发下工人的工资就行了。这洗衣做饭什么我都不会了。洗衣那些呢，有洗衣机。做饭你没有我做的好，没有我做的好。你说什么事情都不用干了、哎、就在家里面做少奶奶。你要干啊，你就管钱啊。哦，管钱就好，管钱就好。我最喜欢管钱，而且呢，我还喜欢管男人呢。哎呦，还要管男人呢？是啊，我要管住你啊，管住你那个心啊，不能让你去碰另外一个女人。哎、不会的，有你漂亮这么漂亮的，我一个都够了，我还去还去碰别人的女人干什么？是啊，人家说啊，有钱的男人呢、啊，背后都好多女人呢、啊，这就是男人的秘密。哎呀，也不是的，那是别人，不是我。我有你这么漂亮，我就一个就够了。真的啊、哦，不要哄我，让你一辈子都爱上我一个人啊、哦！啊，对对对，我这一辈子只爱你一个。嗯，那好啊，那哎，既然说到这里来了，钱也给我，今天你也给我，那不如这样子吧，我不回家见我妈了，我直接回你家里面去。真的？啊、嗯，那好啊。不过今天还要去一趟工地那边去，因为我接了这钱要你、哦、去到那边，顺便你来发工资，怎么样？我跟工人们说，以后他就是老板娘。行，你就帮我报工资单，他们。不过我现在好困啊，好累，好想睡觉。我想去你家里面睡一觉，再去你工厂那里面去跟那些员工发工资。好啊，那我们先回去睡一觉，实在太困了。那个，哎呦，昨天晚上没休息好啊。那好吧，好吧。亲爱的，这个不要了吧？不要，这么脏吗？好。哎呀，亲爱的，你要紧张吗？哎、你要激动，哎、慢慢来。你的血浆都喷到我的脸上了，哎呀，你真的坏的。我不是那个口水。哦，口水呀、啊。不过我说话就是总是哎太激动了，把那个口水都喷出来了。没事没事，那现在还要不要回去睡觉？哎呀，睡是要睡的，不过确实是好困了，这几天没睡好啊，整天都打瞌睡，坐车都打瞌睡了。那现在就去你家还是去我家？我想去你家，顺便看看你父母。真的吗？哎，好啊，那我们走了哦。好吧。亲爱的，你一定要说服你爸你妈跟我在一起结婚哦。不用说了，我爸我妈看到你这么漂亮，他都高兴都来不及了。你信不信？你到我家，我老爸老妈马上杀鸡。真的啊？是啊，杀了土鸡。好吧，我最喜欢吃土鸡了。那就走了。嗯，那就。好。报警啊！哦，你去报警啊！
报警呀！你们报警呀！报警呀！好，报警一点了。你慢点啊！慢点啊！我知道怎么拍了啊！好好。